香喷喷的蟹黄烧麦，红烧排骨，土豆炖牛肉，番茄炒蛋，还有清炒时蔬。什么红烧排骨、炖牛肉、番茄炒蛋？我不饿，我真的……这味道可真不错。这红烧排骨也太香。 骗你的！你要是再敢在公司里面穿成这样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赵暖暖，顾一晨，打人不打头，会变笨呢。穿成这样，在这里面站了2个多小时，也不见得有多聪明吧？过来吧，这么多饭菜，你想我一个人吃得完吗？ 我还是不了，我回去吃泡面吧。顾总，晚安，午安，一路顺风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没有想在公司里面跟你聊私事，有正事要告诉你，你过来。